现在这边吗？现在在这里。现在在这边吗？对，然后再回去。啊、哦。我就不吹了吧。对，就不吹。就吹跳二房了吧。吹，要吹哪边？吹。一房。好乱啊。现在这边。从这边。我现在要跳。跳到。这里。这是二房，好，我从这边吹。这里要开始转调，要降C，要小C。嗯，降C的电话。嗯。哎，这中间的电话。对，现在走，我现在跳二房了。写错了哪一个？不是啊，是我刚才没有注意到，就是从这里要来降息嘛，因为前面都不需要任何升降机啊，从这边开始转调了。嗯。所以这边没有写错啦，我刚才没有看到。这个要降息，对，要降息。就是、你刚才等于说你刚才直接吹息，对不对的？这样。嗯，我后来有跟。